新浪时尚的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许魏洲。其实基本每次来巴黎都是看秀、工作、拍照，会有一两天休息的时间，我会出去，逛逛，然后看看有没有好吃的，会吃一些好吃的。首先大家都是心目中的一些景点，比方说塞纳河畔啊，然后卢浮宫啊、埃菲尔铁塔，我觉得都是一定要去的。不工作的话，我一般会健身，然后写歌、听歌、旅游，去人少一点的地方，山里啊、海边，去迪拜吧，迪拜没去过。我觉得绅士肯定是，首先是有礼貌，然后呢，尊敬女性，然后是活出自己的态度。我觉得这就是绅士。其实当 hero 的对我来说，一直印象啊都是男士，然后经典衬衫、西装。这一次呢，我觉得挺出乎意料的，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设计。然后呢，我自己看中了一件特别好看的风衣，一个宝石绿色的风衣，我觉得特别好看。流行趋势我也说不准，但是我自己的流行对于时尚的理解呢，就是穿出自己的风格，所以我自己的风格呢，就是简单、大方、实用。